Ken，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你准备好晚上带小孩冲去看烟火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要加油哦！加油！我们要带着那5个小孩往101尽可能的冲过去，进攻！今天这个计划是这样子的哈，先来采买一波，然后下午在我们家顶楼烤个肉，烤到晚上看能不能摸个两圈之后，等到快要接近12点的时候，尽可能的尽量带他们接近101。哦，只有你在帮忙洗菜哦，你在洗还是在玩？我才在玩呢，都把它用出去了。哦，抱歉。谁来了？新年快乐！阿汤，你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，都不要讲。你帮忙拿肉，你帮忙拿两盒香肠，嘟嘟好，可爱的人拿香肠。你哦，你负责等一下输钱给我。糖糖，这黑糖脚脚踢。哦。男人生活区啊！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脸？你想表达什么？你们知道吗 ？Juby 已经是一个大姐姐了，她现在是这几个小孩当中的担当。她有一天走过来跟我说：“当姐姐就是这么累啊，对吧？”镜头下我妹就是这样子，其实在我们家地位也是算不高啦，百万 YouTuber， 鼻屎啦，口水啦，整个脸啦，5个小孩6个大人嗷嗷待哺。下次我会直接订烧烤的餐厅。烹饪组组长，我跟你讨论一下，我们要不要把就是部分食材慢慢的偷渡去用煎的还是用炒的？差不多10分钟前我就有这个想法，但我想说他们总是有一股热忱。今年的最后一天，你不想要泼那个冷水？对啊，因为那个单一的那个烤炉齁，如果要喂饱11个人的话，可能要到2024年，不然我先下去，我偷偷的，我一个人下去比较不会有一种好像大家都走了的感觉。对，我怕你偷渡，不要让他们发现。我跟你讲，10分钟后你们就上来，你可以是不是？我们一块都不会分你们。那我也走了。我们发现是掌锅的人的问题，主厨换掉，整个餐厅营运起来了。我想说哦，把这个鸡翅也炒一炒，炸一炸啦。烤肉是一定要泥浓浓的派对鸡翅的。下楼之后呢，整个速度快很多，香肠、牛排、火锅全部用好，楼上给我端这一盘下来。你们两个不要再坚持了，楼下都已经吃开了。楼下火锅啊、牛排啊、吐司啊，全部炒菇全部都已经出炉了。姐夫，楼下的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可是你的嘴还是很不争气。我们是被环境所逼的。来，现在时间下午6点19分，再不出门的话，我们家要爆炸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加娃娃。教你们的整队嘞，我舅舅要看到你们的整队，来。排队开好。你觉得我们要开一台车是不是？我觉得开一台车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啊。为什么会不时？因为我怕到时候我跟姐夫焊那个突然5、6箱、7、8箱啊，到时候要叫一台车怎么办？不是也蛮辛苦？有有有有，现在是 Juby 在长进，他现在边走边拍，他很怕他跌倒，对不对？难怪恩来一天到晚在跌倒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，Juby？ 家。小朋友冲啊，把你们所有的红包钱都交出来。我没有想到我的跨年夜居然会在夹娃娃机店度过。每个小孩一个人推一台推车嗷嗷待哺。没有夹就有两瓶了，没有人夹了，他自己掉下来的。会夹的人自己自告奋勇举手来。姐夫先一拦，阿婷跟 K 一拦，我把手太不长。有甩就有。你老公在夹娃娃的时候好像真的有点帅，可是他差点把你们的家产散尽在练这件事。他都会乱跑，我们都要跟紧他哦。你看他都没有在牵小孩，都是小孩跟紧他。又有了又有了。你知道你老公现在的状态就很像你在逛街吗？妈做出损了，我那么讨人厌哦。哦，肥宅水。哦，这样也有？有没有？哦。洗衣精也不是问题哈，这感觉已经帮你叠好了哎。哦，两包。全场就他不知道这里在干嘛，然后他一直跟着绕来绕去，看他吸成这样子。好了，整罐快喝完了，汤。谁夹这个包包给你的？姨丈。姨丈，那你比较喜欢我还是喜欢姨丈？你们两个。OK， give me five。这样一个一个夹太慢了，我们直接一箱一箱用搬的吧。姐夫现在是哦，他
现在是说小孩的神，姐夫从来没有孩子缘这么好过。哇，每个人都有一个，你也要背起来。准备出花。哇，夹娃娃机店你最帅，这种香香豆实用的你就多夹几罐吧。来咯，香香豆准备出货，来宾请上车。哎，好像可以做两个。有了，有了。200块夹两个可以吧？可以。装箱了，装箱了，太多了啦，停。可以啦，第二箱这个单价比较高啦，有这个洗衣精啦，然后卫生纸啊，第二箱是实用派的，水壶也有啦，娃娃也有啦，泡面也有啦，饼干哦，糖果，通通娃娃都有。带小朋友来夹娃娃也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，不过我们这样小孩好像蛮配合的，大人夹，然后他们会剪。啊，你奶奶舔吗？好可怕哎、欸！那阿贵点，你还没跨年呢，才不到8点，我已经好困好困了。2023年好长哦，怎么还有4个小时？这个现在是最乖的啦，琪琪要睡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睡觉好不好？你的娘娘嘞？你的娘娘在哪里？娘娘，我、不能拉。不可以啦，可以啦，鸟鸟。那你唱《无敌小可爱》给妈妈听。那你唱一闪一闪亮晶晶。你梳头发。来，你转过来看。Hello。嗯呐。Hi。这里这里。有看到你哦！哦，陈磊堂，你要住进去了，你今天晚上睡这里哦。什么东西这么好看 ？Hello， 啊，大人怎么变这么安静？全部的大人没有声音是怎么了？我们现在好像得做一个决定，就是到底要让他们直接睡着，还是要让他们撑到12点？烟火的基础。Hello， 你要把隐形眼镜了、喔，我们要去看烟火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他如果他今天说他自己体力不支，我 OK。他但他一直讲黑糖哦、喔，但黑糖在外面活泼乱跳，我已经记不得哟、欸喔，太弱了吧！一句话啦，来，我记不得啦，隐形眼镜然后短给你，你装吗？要出门啊？短裙还不换出来，在干什么？才几岁而已，衣服要拿出来，衣服。他现在眼睛很抛哦、喔，我劝他不要。Let's go， 跨年，我们现在在信义跟敦南的这个交叉口，一定就在我们正前方了。时间是差不多11点04分，其实信义路四段还很空，开始大家一窝蜂会往101那个方向冲。对，可能在里面。可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追求一个我看得到，而且这已经差不多看得到4/5了，然后他就会把门封在那个敦化南路跟信义路的交叉口。晚上11点，有一个3岁的小孩游荡在信义区的街头。没有在开玩笑，我们坐下来不到10分钟，引领了整个坐人行道的风潮，整排已经坐满了，人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茶叶蛋成了最抢手的东西了。你先躺在 K 叔叔身上睡一下，我们看完烟火再叫你。看完烟火，我一定会叫你，要不要？一定把你叫起来啊，因为我要带你回家。我帮你跟101拍照，耶！堂哥真的没办法了啦，一上车他都睡着了。你说你刚没有来，是不是有点后悔？还好你有那个激怒我。好险我出门有抓一块野餐垫呢，真的。现在已经剩下半个小时了，所有人继续的往里面冲，这个出口处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。等一下我们就要把野餐垫收起来了，因为我剩下20分钟，你不要睡着。你刚眼睛闭起来，我看到了，住啊，不可以睡觉哦，不可以哦，快了，起来起来，啾也快要不行了，啾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我们现在起来跳一支舞，要不要？无敌的小可爱，来来来，提神游戏，叮子叮个小猫小狗，一把抓住那一个，嘿嘿嘿！各位小朋友，2023年剩下最后的4分钟了。我们一个小时前来站的位，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抢手，非常夯了。我们后面也已经站满人了。黑糖，新年快乐！妈妈，妈妈，我带你来跨年哦，黑糖。上面有数字了，爆炸了，101发火了，是不是？2024年，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，可以完成你们想要完成的所有愿望。我们也会继续努力，加油！新年快乐！
往回冲刺，快点，很棒，你们很棒，快点撤退。每一个小孩全倒，大人一个一个接力，辛苦了各位爸妈，真的辛苦了。我就想问一句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们的小孩到底关我什么事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2024年多多指教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新年快乐！2024年快乐吗？好快乐！他拿我的宝可梦卡，那谁叫你要让他拿？我没有，给他收起来啊！